大家好，我是周厚安，在戏里面饰演的是第七名的角色。在屏东拍戏其实是个蛮特别的感觉，我小时候有去过很多次了，可是这次去看到一些我平常看不到的地方，什么那些国家公园里面的一些风景啊，然后山区那些地方真的很幽静，而且是到那边头脑是很清醒的，每天爬来爬去，爬山下山才不会累。那边的地方不只是风景好，天气其实也非常好，然后环境跟人都非常热情，环境也非常好，人也非常热情。而且我没有想到屏东真的是那么多种环境，有沙漠，有海边，有山区，有各式各样的风貌，真的很新鲜，是我意想不到的。那边的排湾族人，他们在那边跟大自然生存，一起互动，一起弥补对方，感觉到那边的生命力，而且是真的非常非常美的。我非常推荐去屏东拍戏，那边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然后我希望如果你拍戏的话，可以找我。